同学，请看《道场神寄颂》第十首：“十方边际不可得，佛作道场智亦然。莲花布光净信心，若此解脱。”深深息，这是莲花光明道场神的赞颂。他所修学的法门是菩提树下寂然不动而充遍十方，我们在寄颂里面呢来学习十方边际不可得，这是从相上说的，相是心现的，心现古德所说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两句话形容心性，确实说得非常之好。心体没有边际，性所现的相呢，当然没有边际啊，这是一定得到道理啊。性得其用啊，自然也没有边际。现在有许多人啊，特别是近代的这些科学家都在探讨宇宙啊，可以说现在这个科学呢进入在两个极端啊，一个是讲太空物理，那就是讲这个宇宙啊大宇宙啊，那么一个是讲最小的啊，研究是量子力学啊，走向这两个极端呢。两个极端，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啊，大而无外呀，小而无内呀，啊，大跟小是一，不是二，这个东西难懂了，啊，这个是世间学说里面所没有的，啊，佛法独有啊。第二句是佛作道场啊，智亦然。此地的道场我们一定要懂得它的意趣，道场不是指一个地方啊，不是讲的一个寺院庵堂，不是的，也不是讲啊佛在菩提树下示现成道啊，那个都是属于四相，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句句话了，意在言外，
你要懂得。这个道是什么呢？这个道就是发心。换一句话说，坐道场就是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你的心呢、安于真如本性，这个叫做道场。自己的心呢，就是真如本性。可是诸位要记住，我们现在的心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心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叫妄心，不是真心。真心在不在呢？在。妄是从真而起的，古大德的比喻很好，譬如我们人在阳光之下了，都有个影子，把我们的身比喻作真，把我们的影子比作妄，形影不离呀，妄以真起呀。怎么会一真起呢？迷了真就变成妄了，就这么回事情。迷失了真心，把真心变成了妄心，真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妄想分别之处。现在我们起了妄想分别执着，道场就失掉了，就没有了。换一句话说，只要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道场就现前了。断作道场啊，寂然不动啊，周遍十方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佛祖道场之一然，这个知是自信本具圆满的智慧。大乘经上常说的般若智慧，佛常常给我们说三德秘藏，这个三德就是自信本具的三种德能，都是圆满的。第一个发身，第二个般若，第三个解脱。自性本具三德，解脱就是大自在，我们今天讲的自由自在。自由自在从哪个地方表现呢？中国人呢，这个都读过小说《西游记》啊，《西游记》的这个孙悟空啊，很多人都知道啊，孙悟空有七十二变，那就是自由自在的具体表现。再跟诸位说，七十二太少了，小神通啊。果然见性了，成佛了，你那个变化是无量无边。那七十二变跟佛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啊。所以小说里头说啊，孙悟空神通广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他那个神通道力跟如来佛就不能相比了。佛祖道场之一人，佛的智慧
也是遍十方边际不可得。那么我们晓得自性般若智慧遍虚空法界，化身遍虚空法界，解脱也遍虚空法界，如果从三这个体相用这三面来说呢，般若是体啊，佛法修学我们求的是什么？经论里都常讲二六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话也是梵文音译的，也是说于尊重不凡啊，它可以翻成华文呐、这个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啊，我们求的就是求这个东西啊。翻成华文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那要我们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呢，究竟圆满的智慧。佛法所求是智慧呀，不是别的。唯有真实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般若是体，化身是相啊，解脱是用。大方广这三个字就是代表啊，宇宙的体相用。这叫三德。体周遍虚空法界，相用又何尝不周遍呢？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细心去体会，怎么个学法？这个就很重要了。啊，莲花光明道场神。他是菩提树下寂然不动，菩提树是什么？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是我们自己正觉的心呐、正觉的行为，对于宇宙人生的实相啊，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过去我曾经问过一个同修，
这一位同修啊，是大学教授，学佛多年，在学校里头讲经说法，有一次也是在过年的时间，他来看我，啊，告诉我他在学校里面讲普贤菩萨行愿品，啊，我听到了很欢喜。我问他一句话，我说你现在用一句话答复我，简单明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他讲的是什么？你用一句话答复我。他想了很久，答不出来。啊，转过头来问我。啊，我告诉他，《般若经》上所讲的一句话，诸法实相，这4个字，我说你想想，能不能做这个问题的答案？啊，他想了一下，明白了。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就说这桩事情嘛。这句话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佛的经典那么多，说什么东西啊？宇宙人生真相啊！你要了解这个意思，你才知道佛经的价值啊，你才知道这一门东西不能不学啊，它不是迷信啊，它给我们说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了解明白了，这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不要说是宇宙人生了，讲一个小事情吧。啊，好比法官来审案子，啊，两方面各说各有理，法官对于事实真相不明了，那就没有法子判决啊。如果法官对于事实真相完全明了的话，他那个判断呢，两方面心服口服，这很小的例子啊。如果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真相搞明白了，搞清楚了，你想想宇宙之间还有什么问题在你面前不能解决呢？啊，什么样疑难杂症啊，立刻就摆平了吧。你才晓得佛法是什么啊，佛经是什么，佛学是什么。而后你才能得其受用啊，那个受用啊，也是尽虚空变法界没有边际的。所以佛法称之为宝啊，我们尊称佛为佛宝，佛所说的话我们称法宝啊，依照佛的教诲去修学的人，我们称他为僧宝，真的是宝啊，绝不是世间任何宝物能够跟他相比的。为什么呢？世间任何宝物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宝石总而言之是
究竟圆满的智慧。莲花不光净信心，莲花光明大长身，他对于佛陀教诲能生净信心，这个净信呢，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大乘经上佛说过，疑为菩萨最严重的障碍，所以断疑生信，不但在我们初学，这是重要的一个科目。就是对于老修啊，对于正果的大菩萨们，法身菩萨也包括在其中啊。那我们要问了，法身菩萨还疑什么呢？给诸位说，怀疑净土。所以净土法门叫难信之法了。到什么样的菩萨才不疑惑呢？华严经上初地以上不疑惑了，也就是说华严经上前面三贤位的菩萨摄住摄行是会样啊，他信不信？信，但是没有到尽呐。净信原叫地上菩萨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地上菩萨始终不离念佛，我们就晓得他净信了。地上菩萨的始是初地，地上菩萨的终最后一个位置是等觉啊，这个才真正搞清楚，从初地到等觉这十一个位置的菩萨净信心啊。那我们看到莲花光菩萨啊，莲花光明大长神啊，最低限度啊，他也是原教地上菩萨了啊，这菩萨摩诃萨了啊。我们从这个净信心上看呢，如果我们有这种善根福德，听了佛的教诲，一丝毫的疑心都没有，也能够生净心，我们的功力比不上莲花菩萨，但是我们的受用可以跟他等齐，我们会得到诸佛如来平等的加持啊！如此解脱甚深喜啊！啊，这个欢喜是不是普通的欢喜心啊？啊，这个欢喜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
常生欢喜心。再看最后这一首偈：道场一切出妙音，赞佛难思清净力，借以成就诸因行，此妙光神能听受。这是妙光照耀道场神啊，他的赞颂。他所修学的法门是显示如来种种力，这个力呢就是能力啊，我们今天一般人讲的才艺才华了，事出世界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如来。所以赞颂里面我们应当很认真地去学习，道场一切出妙音，妙音的是赞佛的音声，这一定要懂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劝别人学佛，字字句句都是妙音啊，为什么呢？与佛相应，称念佛菩萨的名号是妙音，称念佛菩萨的智慧光明是妙音，称念佛菩萨大慈大悲是妙音。称念佛菩萨种种教化众生是妙音，妙音的范围太广了，不仅是这些言语上的称赞，用音乐来赞叹，用歌舞来赞叹，甚至于用戏剧来赞叹，都属于妙音呐！啊，所以它的含义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赞佛难思清净力，这个难思是不可思议啊！啊，佛的能力，平常我们赞叹都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万德万能，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确实有不少学佛的人对于这个说法不能接受啊，他们讲这些话了是对佛赞颂的，不是真的啊，就好像我们从前帝王时代
这些臣子们对皇帝的赞颂，万岁万万岁，其实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于是乎说呢，诸佛如来也有不能呐。我们初学佛的人，听到啊这些大德门说这个话，我们也同意啊，也认为啊这些大德说的不错，说的很有道理啊，这是称赞的。实在讲啊，经过许多年，我们深入大乘之后啊，才知道那是众生的疑惑障碍，他们想错了，他们说错了，佛的能力确实究竟圆满的啊，佛说得很好，这种究竟圆满的智慧的能相好并不是他专利，一切众生个个具足，自信里头本具的嘛，不是外面来的嘛。什么时候你恢复了性德，你就证明了，证实了。佛没有妄语，我们要能够信得过。果地上居住圆满的德能，阴行上也不例外，没有成佛的时候修因正果，显现在哪里呢？就在这一部《大方广华严经》里面我们现在念的这一个大单元杂神了呀，总共有19个小单元，我们现在念的是第十六个单元的，往后有天神众，每一个小单元都显示自信本具的万德万能，这哪里是假的呢？我们自己可以证实啊，才知道啊，佛在经上讲的字字句句真实不虚啊，字字句句里面的义理境界都是无有边际，圣光无尽啊，这就是道场一切出妙音，这就是赞佛难思清净力，完全落实在音行没有成佛的时候修因正果，成佛之后
还要成就因行，教化众生呐、啊，果不离因呐、啊，因不离果啊，因果是一，不是二啊。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他老人家在《梵王经》里面说到啊，这一次是第八千次。那么由此可知啊，世尊久远接近成佛了，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表演，这一次是第八千次了，表演上从头学习啊，示现的这个降生啊，投胎降生，啊，修行正果，啊，教化众生，八相成道示现呐。啊，表演呢、啊，在唱戏呀、啊。这一场是第八千场啊。为什么作思实现呢？不是为自己，是做给众生看的，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啊，众生真正觉悟了，就依照释迦牟尼佛这个方式，一定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佛很慈悲，知道娑婆世界众生业障深重啊，所以大开方便之门，为我们设图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特别为我们建立的待业往生，啊，使我们业障深重的众生，在这一生当中也能得到圆满成就。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清净力了。啊，我们要能体会得，更要紧的呢，认真努力效法。向佛陀学习呀、啊，也许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他是怎么样成佛的？也许有人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偶业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说得非常妙啊，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啊，如果你要
正了解这句话，你去看藕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要解如果写深了呢，看不懂呢，云音法师有要解讲义，云音法师是近代人，他的讲义说得好，还有一部《弥陀经要解清文记》这都是现代人的著作，值得我们做参考啊！确确实实一佛念佛了，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是赞佛赞到极处了。是佛德能的究竟圆满所以这个净宗是赞佛的究竟圆满佛的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这个道理很深呐！诸位同修，如果要细细去读《华严经》《法界品》里面，德云比丘这一段经文。四十华严呢，称吉祥云比丘。过去我们在此地介入其中精彩的片段，为大家介绍过。你真正明白了，你才晓得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念佛法门，这种说法有很多人不承认他为什么不承认呢？他着相吉祥云比丘教导我们的是从义理上说的佛是什么呢？佛是觉觉而不迷谓之佛，佛是这个意思。那你想想看，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哪一门不是求觉悟呢？念是什么意思呢？念是精心呢，现在的心，现在心里头的觉悟，这就叫念佛。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的法门，你说哪一门不是在求觉悟？
既然你心里头在求觉悟，就叫做念佛。因此我们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你懂得这个道理，在中国大小乘十个宗派通通是念佛。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华严经上讲到主伴圆融，我修净土，净土是主，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是伴。主伴是一，不是二，圆融的。我这个是念佛法门，没有一个不是念佛法门。但是要晓得，主不这个一不是独一。大乘佛法这一点真的是讲得圆满了，一是任意，不是独一，这个才叫真平等啊。如果我们以禅宗为主，所有一切法门都是伴，我们念佛也是伴，没有一个法门不是修禅的，念佛也是修禅的。它是圆融的呀！说念佛法门，所有法门都是念佛法门；说修禅法门，所有法门通通都是修禅法门。说修律的法门，所有一切法门都是律门。你说是修止观的，天台修止观的，所有一切法门通通是止观法门。念佛是不是止观？是。放下万缘是止，提起佛号是观，他怎么不是止观呢？你才晓得佛法不但是自己这个修学法门里面是通的，是一贯的，里面没有一丝毫障碍。他对于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门里头都没障碍，基督教是不是佛教呢？是啊。回教是不是佛教呢？是啊。无有一法不是啊。为什么？你们念过普门品，你们念过楞严经，观世音菩萨不是说得很好吗？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耶稣身得度，佛就现耶稣身。耶稣是佛，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佛就现婆罗门身。婆罗门是佛，我们就明白了。婆罗门教现在在新加坡称为信徒教，应以安那生得度者，即现安那生而度之。安那是伊斯兰教的上帝，
你们想想，世出世间哪一法不是佛法？进入这个境界了，还有什么分别？还有什么执着？还有什么纷争的？没有了。啊，真正是天下太平啊，和平统一。啊，这个和平统一整个宇宙啊。这个说法如果其他宗教听了不服，那换一个说法了他就服了。啊，基督教的人不服，我们就告诉他，诸佛菩萨是基督的化身啊，啊，你们相不相信基督神通广大，能够变现所有一切的这个形状，这他们承认。释迦牟尼佛是基督变现的，你知不知道？可不可能？啊，回教徒也不相信，我们就告诉他，佛教里面所有诸佛菩萨是安那的化身。所以这个疑啊，是任疑，不是独疑啊，不是释迦牟尼佛专利。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包括在其中啊，这个在因行里头啊。不思议的清净力，清净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做种种事现我们要明了我们要觉悟啊，才真正能够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因行果德都要学习啊，都要懂得要把佛陀的教诲理论方面细心去体会，体会不得认真努力去学习，在学习当中啊，你才能真正的悟入啊。啊，入到一个境界，然后自然就开悟了。啊，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个话讲得不错，但是如果能够啊，力行其言，因为经典是属于言教啊，我们力行，没有怀疑，认真努力，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认真努力去做，决定能开悟。
比那个读千遍呢悟得还要快，悟得还要深啊，悟得更圆满。这就是行能帮助解，解能帮助行啊，解心相应啊，自自然然就能够起入。所以能知不能行啊，永远不能够入佛境界啊。前面跟诸位提到了哈尔滨往生的修无师啊，他在往生之前说的这句话了，能知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呀。啊，为什么呢？不入境界，所以不是属于真智慧啊。此妙光神能听受，那么由此可知，妙光菩萨能信、能解、能行、能证，他才能听受啊！听了之后，完全接受了，一教奉行啊，就是这个佛经呢。每一部经最后总结都是一句话，信受奉行啊，坐立而去啊。啊，听受就是信受奉行，这真正得究竟圆满的利益。这个单元我们就讲到此地。